郑秀文和赖雅妍这日出席新戏花椒滋味见面会，他们还跟 fans 一起整月饼。第一次整月饼的 Sammy 就觉得很新奇了。我真的没有，即第一次见啲将个大网咁样挤落去嗰个 包皮嗰度，觉得哇好好得意啊！而且真正看见的时候，觉得月饼真的很胖啊，因为见佢咁挤啲料落，哇原来月饼真的很肥、啊。拍完呢套戏，佢哋唔止 keep 住有联络，仲做埋好姊妹添啊！整个过程感觉非常良好，而且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又建立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，然后也真正很喜欢对方。对对，其实我们三姐妹拍完，从开始拍一直到拍的中间到结束，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我们都是用三姐妹自称，大姐就是大姐，然后我就是二姐，然后三妹就是三妹。我们其实很喜欢帮彼此取绰号。对，就是我们其实三个人拍戏有不同的特色，那大姐的角色会很像河马，对对，然后二姐的角色像树懒，就动作很慢，然后很慢，像没有动一样。然后三妹就像那个小鹿斑比，所以其实我们就私底下的时候都在讲一些很好笑的事。虽然我们有时候在拍一些很感人的戏，但是私底下我们很好笑。